少主，哎呀，少主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少主，侧夫人已经睡下了。我有话说。今天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了？就见也行，但是今天是真的不方便。少主，你请回吧。我就一句话。少主，要不您就回吧，侧夫人是真的睡下了。少主，也不是不能见，但是今天不能见。有完没完？王八蛋！ 六哥，嫂子没事儿，你放心，你莫拜堂，他一个人难受。我和五嫂还好家嫂子就带他出去走了走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反正事情就是那么个事情，你看。 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会解决。